小朋友们，今天呢就和晶晶姐姐一起玩朵拉的厨房玩具。哇哦，这里有一个电饭煲，可以用来煮米饭。这里呢还有一个微波炉，可以用来做菜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煮饭吧。打开电饭煲，把米倒进去。可以开始煮饭啦。米饭好了，我们把它盛出来吧。好香的米饭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煮一些面条吧。把面条倒进去，开始煮面条啦。米饭和面条都煮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用微波炉来做菜。打开微波炉，首先呢，我们做一只火鸡。火鸡做好了，我们来拿一个盘子，把它装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一个披萨。也拿一个盘子把它装起来吧。哇，好香的披萨呀。最后我们来做一条鱼。鱼也做好了，同样拿盘子把它装起来。哇哦，今天晚上可是有大餐哦。小朋友们，饭菜都做好了，晶晶姐姐要开吃啦。